生活中，不自觉习惯性脱口而出的话，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觉，但是他们却在偷偷暴露你的性格和运气。01，常说随便的人常被人认为是没主见，心里有想法不敢说，但却忽略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，其实是因为他们太过善良，总是替别人去考虑问题，就算被误解也不在乎自己内心安，你就好深藏心底的善良，无需解释，无需辩解。02，有人说话喜欢在每句话的结尾或开头带上语气词，听不惯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浮夸，或是大惊小怪，没见过世面，但是相处久了，你就会发现喜欢带语气词的他们其实很有童心，他们的喜怒哀乐从不隐藏，率性真实，是一群向往美好生活的可爱人。03，常把这些字眼挂在嘴边的人，有一部分是生活消极的人，还有一部分只是单纯的土土，曹说过后对生活依然会充满信心。有句话说，摔跤并不可怕，站起来继续前行就是好样的。男人总有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女人总有寻求安慰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，嘴上说说并不代表内心就阴云密布，相反可能是拨云见日。04，这类人喜欢假装坚强，他们宁愿自己独自挨过那段苍白的岁月，也不想让朋友亲人跟着担心，坚强勇敢，永远自备盔甲面对生活中的磨难，但是他们也有感性的一面，面对你的关心和呵护，他们会猝不及防留下感性的泪水。他们就是那群嘴上说着没事，心里却渴望被关注的绝佳人士，请多给他们些耐心和关心。05，这类人是十足的好奇宝宝，他们很简单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会太过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想知道就直接问，很干脆，他们很善解人意，面对未知的结果会你鼓励语安慰，求你帮忙时不会用命令的口吻，跟你说话会小心翼翼的征求你的想法，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追求，是一群有强烈求知欲的人，口头禅就像镜子一样折射出你真实的一面。不要闭关语言的力量，习惯性随口说出的话会给你的心情和想法某些暗示，这种暗示是潜移默化的，会不自觉的影响着自己和他人，好的可以继续保持，不好的就及时纠正。不知道你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